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4月25号、26号、27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天秤座的朋友们，我们周末好好的加班，发挥自己的努力，老板都会肯定我们的。处女座的朋友们能够得到伴侣的支持，勇敢来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射手座的朋友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，能够放松心情，恢复自己的活力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，最近手头太松了，可能荷包会有一些吃紧的情况。狮子座的朋友们想到未来工作的繁重，心情也觉得有一点紧绷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绿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灰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橘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咖啡色。